我是贵州省西秀区大西桥镇九溪村地系主传承人。我十三岁就开始跳地系，我今年71了，跳了54年了，57年啊。大家好，我是来自安顺的同蒲小娘娘啊，我叫于美玲，出生在本土地方的土生土长的同蒲人。我从我开始做衣服的伊始是从去年开始，2023年，因为刚好我30岁。其实我这对衣服你也是想从我们这个本地方的文化，感觉在我们这一代人好像要断了，然后不能去传承这个东西。所以呢，我就想的是，既然我们已经做了这种思维的改良，我觉得它好像也可以这种方式继续往下面去发展，往下面去传承。然后呢，我就变样的这种方式，然后去传承我们的屯浦服饰、屯浦文化。然后想的是，我们这种文化的话，得到更长远的发展，然后得到更多人的喜欢。我打快你打快你打慢你打慢。好。那这个，一定是文化嘛，那就是屯浦文化，屯浦文化，那就是屯浦人传统，有没有什么？对，就是跳点地戏啊，对老人家这点孩呀，屯浦文化，屯浦文化就这样，穿大孩呀、小孩呀，就对了，这还屯浦文化。可能会面临什么挑战啊？其实这个挑战还是挺大的，因为我们是自己来做这个事情，就纯属于自己的爱好、自己的兴趣爱好、自己想传承这个东西。如果是我想持续做下去的话，估计我觉得后期会有一些就是经济如果开始回升啊，然后我觉得还是能坚持下去。如果经济还是这样的比较低迷的话，我觉得做下去好像也看不得，因为本身就需要经济来支撑这东西。如果不得经济支撑，那你觉得做下去就没有很大的意义。当然我觉得最后还是可以坚持的，但是规模的话就会很小。就比如说像我自己一个人在拍视频啊、宣传那些都是肯定是必须要拍的，但是像开店的话估计后期就很少了。都农村嘛，又没有退休，就是来我们18个，我们那个寨子60个人跳绳了，现在都死了50个了，都剩下头几个人了。像我脚也没问题，一样都没问题，身体很好，估计要跳到个5年吧，跳75，这真跳不动。你跳不动，人家都不要你，你来以后你睡。坐起吃人家要你啊，人家你了不子啊，我要把喜气，要把你喜气一手啊平啊，要把喜气一手平。
迪西啊，迪西其实我小时候对迪西不了解，然后觉得他们很怕人，因为拿个面具就很恐怖，然后你就会觉得他有点太震撼你了，就会觉得有点害怕。但是当你了解过了那里历史，然后再了解过那里人物以后，那就那都是每个面具都是每个人物，等你了解那里人物以后，你就会觉得啊，好像那个时候我们这些大将军啊也就是这么来的，然后就会对他们就很崇拜。我比较喜欢，我比较崇拜这个DC人物，所以呢，我觉得他们就是，就像我讲的一句话，我发过抖音讲的一句话，就是讲的是，他们戴上面具是神，摘下面具是英雄好汉。其实这个东西是言传身家，你要言传身家。就比如像我弟丹，我就开始做这种臀部服饰，然后这种开这种传统的服饰店。那后期的话，我觉得我也会言传身教，继续然后把这个东西传给我的儿子，传给我的姑娘，然后让他们继续就是延续这种臀部服饰这种传承。二花带起是谁的可爱呀，谁的可笑呀，谁个盘子拉塞个塞个你塞我，我请个搬个家，我朋友。动不动那几年了，人山人海，现在是也好像也淡了一点，但是目前我看就为各个国家都来，基本上在升温的时间慢慢的升温了。像我们那个陈老板啦，如果他来以后，那把旗子挂好，这些老板这些风景你搞一下，桌子搞好了，那些大娘娘老娘娘来卖的东西，那就把这些没有卖的包包花呀、夜茶，就是唯有的找一小点钱了，很慢慢的和太阳都在升温了。未来呀、其实这个未来我觉得还是比较好的。我觉得我们这个文化还是特别值得发扬，然后跟发展出去的。像我觉得我比较建议的是，我觉得我们这个如果是要打上旅游小镇啊，我觉得还是得需要一个专业的团队来做规划，然后来做宣传，来做打造那这种白天夜晚的这种，晚上的话能留住更多的客人，所以你还是得需要一个专业的团队来打造这种旅游小镇。所以我还是觉得我们的未来可期。你不少，我睡得你长舒服，成又稳。上帝是要等你来这一代，木头的多位是黄的，黄灯的多位是把在腿子落难，十八春哟。